着韩莹珠与胡子烟立即进宫，只等良辰吉日一到，双双出阁。你必须振作起来，如果你想要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当魏王。既然你为了韩莹珠而忤逆哀家，别怪哀家狠心，哀家要让韩莹珠在后宫永远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美人关，再中视。